那我们发现吉他的这个东西要教学真的是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才可以教得起来。那我们三年前选的露比音乐的店长彦路老师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每一年都从来没有思考过 要做任何的调整。他能够知道我们的步调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会问我们 想上什么，想听什么东西，然后他就会真的去准备出来，然后觉得这个超级强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可以跟老师就是一直合作下去，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合作的经验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吉他比较容易取得，那价格又不高，那又可以弹唱，那这方面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纾压的乐器选择之一。出了社会，身上的责任越来越大，但这不代表你就要放弃你曾经热爱或者是向往的事情。下班后随手拿起吉他弹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那这绝对不是一件困难的事。